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婚礼，希望大家都 enjoy 我们、今天的时光啦。怎样认识他，其实都是公司啦，咁都即系大家都同事，即系慢慢发觉呢个女仔都系心地又好啦。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，令我不抱。慢慢又见到其实即系佢都唔单止净系即系对同事好，其实对屋企人都好好啦，对朋友都好有心啦。将来都找到你，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，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。佢其实系好叻嘅一个女仔，咁但系又难得系佢心地好善良，即系真系，所以都好开心，好感恩。我谂大家都同我一样觉得马生系一个好有义气的人，他永远都会给最好的自己给大家，无论是对每一个朋友啦，他做事都是啦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很难得的男仔，去、我们去相处到我们决定拍拖到现在，我们将来都会有很多段日子。我最记得有一次我整亲只脚趾，佢真系孭咗我行咗一条好长好长嘅山坡先去到个医院。其实佢唔单止系，佢系一个好有承担嘅人。咁希望我哋之后继续开心快乐落去。注定了不起，若我不普通，变得坚毅无忌，并没被放，这是神因你。我哋两个都系好幸福嘅人啦，又锡我哋嘅屋企人啦，又锡我哋嘅同学啦、同事啦。咁我哋希望我哋同大家一齐。每一个人开开心心咁样继续生活落去。系而家就应该系准备孖穿嘅时候啦，咁我应该拖住紧我爹哋嘅手，咁我想同我爹哋妈咪讲，我好多谢有你哋做我嘅爹哋妈咪。我想同爹哋讲。我会以你的人格做榜样，我会很努力地做好自己。我想跟妈咪说、我多谢妈咪由细到大都这么疼我，其实一定是你们给最好的东西我，才可以被我做到现在的人，还有可以、遇到大家咯。真的很多谢爹哋妈咪。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，每一明天爱着你。